好，那我们要继续开会哈，我们继续协商。我们这边进行到那个原住民族委员会单位预算哈的第二目第十五案告一个段落，我们要继续下去，那我们进行协商。好，好，我提醒一下哈，我们第二目的部分呢，第五案、第六案已经有那个冻结120万，然后昨天的第七案到第十五案删减50万，冻结100万。那我们现在从第16案开始哈，那第三目的部分有16到20，好，第二目的第三节的部分有16到20案，请一并说明一下好不好？第十六案主要是因为个公法人的部分啊，那提案委员廖国东委员跟黄昭顺委员是认为，就是在整个原住民健全法制只编列693万9千块，但是在公法人这一块并没有编列相关预算，没有看到。那么这个部分呢，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哈，因为廖委员他都撤案，对不对？不是，他删除的部分只有删除的。对，因为它是冻结。好，请继续。那这个部分其实会里面，因为公法人设置办法啊，其实已经说整个法制作业都已经抄拟的差不多了。那也调查过会里面的所有各处啊，可以供给的经费一共是1600万。那么所以这个部分并没有什么问题哦，不会说公法人设立然后就没有钱，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个案子啊可以避免等于说就不要冻结，因为它冻结的部分是我们三科，就是原计划推动会落实原住民法制的所有预算，那变成整个科无法等于说明年度的业务无法处理的状态。那17案的部分呢、应该是一样的东西，17案。那18案的部分是政委员提的，建议少动就好了，最好是不要动。18案的主要是34条第二项啊，就是跟各部会啊，就是来解释原计划就没有修法或立法完成的，是不是可以解释？那这个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完其实已经有第16到20案。现在在报告第18。好。那这部分因为我已经有弃函给各部会哦，请他请。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按并入上次昨天讲原计划未完成的部分？因为其实已经有冻结120万，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并入，就不要再请委员就不需要在这个部分再继续处理？那19案跟20案呢，基本上就是昨天已经报告过的，因为这就是基本法未完成的部分了，已经有就是要冻结120万，那并进行专案报告。那以上先做这一部分的说明。好，那各位委员有没有特别的意见？那请黄委员。那个2至18，就是说那个增添财委员的提案，我想这个地方我们昨天讲的大概原民法那个相关的那些法案，但是这个部分哈，像国家公园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所有这些法案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还是依旧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部分。包括本席昨天在讲的，就是我们狩猎的部分，那狩猎那个被判刑，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依旧得不到一些平等的待遇，那大家都是只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站出来讲说啊，我们支持。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他们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还是支持把它再冻结一部分。否则的话，你在整个的法案的
就是法律上对他们应该有的或者是应该改变的，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这一个16到20案算是第三节的部分，总共有693万9000元的预算，我们是不是冻结50万？没有，不同的节目哦，这个是不一样的哦。20是一样的吗？19跟20是一样的。是。19跟20是全数冻结。哦，那请一下，那您要不要表达一下？我想那个政委员，这个不是三一基本法不是也被纠正过吗？我老实讲，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不是不能要求。这里面我觉得第一个编列落实原住民族法制这个部分，这个我不清楚。然后再来呢，推动原住民自治，保障原住民身份。什么叫做保障原住民身份？还有一个叫做建构原住民族法学。建构原住民族法学，我觉得这更奇妙了，因为现在已经要成立原住民的这个法律专班，它里面就是要研究原住民的这样的法案。再来就是已经有一个原住民的法律辅助中心，它也是要研究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相关传统惯习的这些法案。那你在这里何来的建构原住民族法学？那再来就是这个延宕11年的问题，你们自己就要检讨。哪有动？这动50万，我觉得招委真的啦，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还太老实讲。严明会说明一下。好，严明会说明一下。是，谢谢委员的关心。跟委员特别说明一下这一款经费的使用的方向哈。原计划15种子法尚未完成的部分，其中有2个子法，一个是自治法，一个是公法人，是用这笔经费来执行的。其他的子法并不是使用这笔经费来推动。那这项经费除了推动这2项子法之外呢，还要去处理，比方说户籍人员对原住民身份法的训练教育，平埔族群复民，还有平埔族群人口的调查，还有除了自治还有公法人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原住民族同意权机制对乡公所人员的教育训练，还有有关那个司法保障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还会定期的出刊原住民族的法学期刊，每一年都会举办原住民族传统惯习跟国家法制的研讨会，还有国家那个各类的判决的汇编，还有其他的一个相关的书籍，这些都是属于建构原住民族法学的一个成分的部分。所以如果这个经费遭全数的冻结的话呢，对于未来的这些工作，除了基本法的落实之外，再加上原住民司法权益的保障，都会有所冲击。所以再请各位委员呢再多予支持。在提的案子过程当中，我们到今天都还没，到现在都还没讲要删除。那冻结让你们来做报告有什么不可以的？有，我们已经有一个删除案，但是并没有删很多了。对对对，冻结是应该的。到冻结是应该的、啊。是应该的。要不然就删嘛，删完。这样的，我们冻一层好不好？69万呢、啊？表示驳成，这样好不好？老实说，建构原住民法学，我觉得民间的这些学者比你们积极啊。然后不是每一次都是，不是每一次哦。在之前施老师跳脚了多久了？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哦，你们建构原住民法学，最后把这个传统领域排除私有土地，这样建构到哪里去？没有，这整个法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不是你们立法、啊。等一下，那国大是委员。意思就是说，现在连法服都在做这些叠床架屋的事情。交流跟来，请那个国大是委员。那个我还是要说，现在我反而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已经箭在弦上哈，最好是都不要动，要赶快去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再拖下去哦，实在是不知道要拖多久。我们就是希望赶快可以看到成果，就算要动哦，我支持那个刚才那个招委所讲的，如果我们认为说要警惕、要惩罚性、宣示性的惩罚，我觉得就是小小的动，因为就是要赶快放手让他们去做。我们已经拖了10年、11年，到现在还没有成果，就赶快做出来吧。好，这个好，请郑委员。其实经费真的不够了啊，要办的事情很多，尤其是我们又提了很多新的法，譬如说部落公法人，
为什么会大家不敢做，为什么没有教育训练不够了，要到各个部落去办的，还挣的钱这根本不够，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些学者也是我们要拜托他们去来帮忙研究的了，都是这样，这几年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人民会事实上也还不足。为什么这些经费不够？因为把相关的这些所有的判决书全部都要把它拿出来，这些相关的法官和律师才可以引用啊，引用之后对我们未来的司法判决就会有帮助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11月了，每一次要安排解冻案都是这个时候了，我们一定要认知十月最快是十月了，11月才办解冻案，所以我们动太多的时候他就后面就没有办法做，那就只有缴库了，他们最喜欢缴库了，我公务员30年最喜欢缴库，但是我们又想做事，所以还是不要缴库啊。请郭老师委员。我还是要说这个真的不能动，我们就是要看到他的成果，我们实在是等很久了，不能动了。我反对，我想没有预算不能删不能动的。因为如果说我举最简单，就光是狩猎这件事，我们讲了多久，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把这个部分能够处理好。所以那个主席刚才已经才要吃，我本来是主张要动100万，没有也没有说冻结案一定要在十月才排，一开会开议就可以排，为什么不能排？没有不能排的理由，只是我们要不要排的问题。所以我想我还是坚持要动。我的建议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动一层啊，69万呢、啊，好吗？动一层，然后书面报告时的动资啦，好不好？好哈，可以哈，那我们就冻结69万，然后书面报告时的动资这样子。不是啊，你们建构原住民法学，然后之前要做那个汇编跟那个判例，也只做出一本，这11年来。不是钱不够啊，也只是给一个教授，然后去弄。其实真的是做得很让大家很不满意啦，我必须坦白讲了，就是说你们真的不能够绑架，的确做得很不满意、啊，真的不能够绑架原住民委员，你知道吗？就是说大家很希望你们做事情，所以预算都很疼惜各位，我都能够理解了。可那做的成绩真的是太差劲了。田中交友，我们就。冻结69万了、啊，这已经算冻结案里面比例比较高的，好、哦、啊，但是就是，后面还有，我建议下面的那个部分大家可以好好表现，我们一定要删一些啦，因为下面那个预算哦，好，好了，那我们就这样好不好？谢谢哦，那我们就16到20案有冻结的部分，我们冻结69万，书面报告后值得动之哈、哦，那我们现在21到26案是属于。要经立法院同意啊，还是要委员会开会、啊？要专案报告是不是？当然要专案报告。就是书面的话是做个详尽的说明了、啊、哈，啊，专案报告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哦、哈。黄委员，他们刚才已经一直都认为说，我们冻结一层算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啊。那不报告就没有警惕的作用啊。好了，那我们就专案报告后取得动之，好、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好，那我们现在21案到26案相关旅费的部分，请做一下说明。删除案的提案很多、哦，请你们好好说明一下。好，那21案呢、哦，主要是要删除综合规划发展里面的出国旅费。那么在明年编的一共有3笔，这43,000里面一共3笔，分别是执行台纽那个原住民合作专章的93,000块。那另外就是要履行合约履行 MOU 跟协定的21万，以及参加2年1次的博流传统领袖高峰会的10万。那在这个部分跟委员做个说明啊、哦，其实完整个
整个费用啊，整个费用其实已经相当的尊爵。那台纽这个部分是一个协定，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协定。那合作MOU 的部分是就现有六个签有 MOU 的国家或地区里面择一个国家，那主要是马来西亚或者澳洲啊，因为在明年即将要签订 MOU 的一个处理。另外，博流这是两年一次的那个传统领袖高峰会，孙文志派员去参加的，这是二十一案的部分。那22案到26案哦，都是大陆理会跟大陆业务会的一个删除的所有的费用删除。那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有相当的程度的一个精简跟业务上的一个检讨。我们明年编列的预算，总共是理会是43万6千，那业务会是40万，合计是83万6千元，主要是两岸学术的交流跟大陆经济产业的设点跟拓销的部分。那么相较去年来讲，我们其实已经有把业务会减少了28万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保留，等于说能够敬请委员能支持以上。好，在国内外好、哦、不是国外跟大陆的那个旅费的部分哈、哦，请大家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来，请郭老师委员。我支持这个国外旅费哈、哦，这个不要减列哈、哦，但是后面的这一个所有要去中国大陆的应该要全部减列。因为这个，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推这个南向，像刚才这个处长所说的，我们跟博流跟纽西兰这一些本席是相当的支持，而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实质更多发挥的空间，但去中国其实没有很实际的必要了。那交流是要交流什么？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交流，这更是这个孰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不是这个不需要跟他们有这个，或者说这个这样的交流到底可以带给台湾的原住民族什么？那长久以来我们其实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成效。我是建议这集要酌予删除啦，因为我是认为说还是因为旅费的这个部分还是要表达一下，因为所有的案子都是删除案嘛，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尊重委员的那个监督哈。我建议我们删除10万元，好不好？我觉得10万太少吧。10万就超过一成了呢，就是。我想大家对这个部分大家都有意见呐、啊。大陆这一个就直接删。我们是21到26，包括国外跟中国大陆旅费的部分，请那个李俊义委。昨天我大概有请教一将主委哈，这个跟少数民族交流的活动，这个就通通都不要再编了。哦，这个是自取其辱嘛，跑去让人家统战嘛，这个就通通不要再编了。所以，这些委员所提案的哈、哦，跟大陆的交流，这不是因为不接受走后公社，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少数民族这个名词基本上就是对我们原住民的不够尊重嘛。好、哦，那这种的交流啦，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啦，全数删除。国际的是博流。建议那个大陆的不去的话、啊、就改去这个其他国家吧。没有这种理由了，要删就删掉了。什么要去要大陆的不去，改去其他国家、啊？我想这个以前有过这样的决议啊，以前有过。我想大概有很多的这个出国理由哈、啊，都是幸运故事啦，走马看花啦。应该有的，我们认为应该有的，我们都在其他的部会都有。好，所以那这样子我建议讲，为了表达就是大家对这方面的那个，好，未来原民会哈，以后你们来审查预算，你们要把所有各部会的比例跟你们的，我们原民会是最少的了，啊，是最少的，有吗？对不对？是最少的，真的是最少的。哎，主委要想要说明一下。我还是跟各位委员再做说明，有关跟中国大
跟中国大陆交流的这个业务费用的部分哦，啊，的确我昨天有提到说，我的说法是说，如果我们参与中国大陆的活动，用少数民族来称呼台湾的原住民族，我们是反对的啊，这是我坚持的。但我还是要跟各位报告的地方就是说，我们那个科目是写推动台湾原住民族跟大陆地区少数民族的交流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原住民族这个称呼啊，只是我们今年是连这个名称我们都没有办法被保留嘛。那其实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他们本身是不愿意被称呼为少数民族，是他们的统治政权就强迫他们叫少数民族啊。其实在以联合国的定义来讲的话，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大部分都是被汉族统治，他照理讲他们应该也被称呼为原住民族，是他们被强迫称呼为少数民族。我们应该有这样。我有个建议啊，请听大家听看看了哈。义务费的40万我们保留，旅费的43万我们删到剩一块钱这样子。好，那个我支持了，但是我还是跟各位委员请教一下哈。那我们怎么称？我们怎么称呢？哈，大陆他们所谓的少数民族，我们怎么称呼啦？你刚刚说少数民族有歧视的味道嘛？那我们自己的科目里面怎么会自己也在讲少数民族呢？你这个不是落入中国的讲法吗？那我们怎么称呼呢？所以你这个跟科目就不符啊，对不对？既然我们都觉得说少数民族带有歧视的味道，对不对？那我们自己这沿用过去的这个名称也不对啊，不是吗？逻辑上不是这样吗？所以在我们原民会的概念里头，也没有所谓大陆地区少数民族啊。那你们到底是谁呢？对不对？那另外这个国民党，这个国民党提案要删啊。好，这个国民党陈昌明委员提了很多的这个删减预算的案呢，都是删除这个跟大陆旅费的部分呢，这国民党都删呢。我想这个部分不清楚。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说的中断交流，他都反对啊。那国民党提的案呢？我想不管是国民党，不管是民进党，在这里是全部都提案是要删除的，所以刚才主席的决议，我们是同意的。我建议这样子，我们业务费40万把它保留了哈，请他们继续研究，坚持立场。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次中国大陆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相当的表达抗议哈，所以我们保留这个科目，因为我们还是认为未来还是有交流的可能性，希望他们能够改进嘛哈。所以我们把大陆旅费43万6千删除43万5千，保留1000元，因为刚才那个编审说1000元是最低的那个保留的那个，好吗？没有啦，保留一个那个主席啊，主委没有回答我问题啊。那以后科目怎么变？请主委，那个名称怎么变？你原住民族，要写中国原住民族。这是原民会过去编的科目，但是我们可以调整名称啦，可以调整名称，对。对，请你们研究了，好不好？对，可以研究。好了，那个主席，我赞成今年删除预算了哈。那明年的话，他们如果再同样的科目再来，就再删除啊。你们去调整。这个科目编了改了，但是我们到了中国那边去，还是被叫成他没办法去啊，旅费被砍光了，怎么去？就删掉了。不是，他说要改科目。没有，科目是指的是说，连称呼叫中国大陆叫少数民族是不是适当？这是陈委员的提醒嘛？那请你们研究嘛。哦，按如果你们研究完了以后，明年来大家认为还是不恰当，我们就会连科目都删掉，这是我们的意思嘛？我说明一下，这个原民会的业务大家都很清楚，非常的复杂啊，每一个处的业务都不同啊。那很单纯的客委会啊，这个今年的那个出国旅费1801啊，180多万啊。中选会啊也很单纯啊，130多万啊，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啊，还有退服会啊，退伍会也都140几万，原民会是最少的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预算啊留着他们去做，不要去大陆就对了啊。我们删除的435000元完全是大陆旅费这样子，好吗？我们
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态问题，我觉得就不要再讨论了，我们就保留1000元最低的一个额度，好不好？好，然后其他435000元减列这样子。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接下来哈，第三幕。哦，好，来我们第二幕哈，现在就是，等一下哈，我们回头一下，回头一下，我们前面有几案没有处理到，2G1234。那是整幕的，而且是大家很关切的所谓的转型正义啦、执法没有定定啦这些部分。我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第五节，对不起，2G5、2G6哈，这是第一节的部分，我们冻结了120万。第七案到第十五案是第二节的部分，我们删减了50万，冻结了100万。第三节的部分，也就是16到20案，就是我们刚刚审查是冻结69万。在21到26案，在第四节的部分，我们删除了435000元。好，那我们现在是回头再处理第一案到第四案整个目的部分。大家有没有还有那个冻结跟删除的那个建议？这样，1到4。嘿，我们昨天有讨论到，是因为它是整目的，没有分节的。整个加起来好，你加一下。2G1到2G4嘛，哈，是，这是整个第二幕的部分。我们因为昨天先进入到小节的部分讨论了，小节已经讨论完毕了，我们现在回头再幕的再检讨一次，这样。我们现在冻结了319万，删减了93万5千。319。有了，我们现在才进行到第二幕而已啦，还有后面还有，还有11幕。我有一个建议啦，大家听看看啦。我知道，我知道，你们的预算并不少，这一幕的预算不少，1亿多哎、欸。包括资讯了，但包括8000多万了，剩下是没多少了，我知道。我有个建议啦，哈，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要担任一个，我一直强调我心如秤嘛，哈，我认为整个幕的部分，因为大家那么多人都关心，包括我在内那么关心这个执法的定定的严当，包括转型正义，大家希望落实，所以我建议整个幕的部分你们自行调整，再动100，再减100这样子，我觉得必须要啦。你说再动多少？再动100，再减100这样子。那这样子才多少？你这样这个我本来总共是总共还动不到200万呢、欸，删不到200万。包招哎，包招总数是动289，然后减93万5千。还要再加多少？我建议再各加100、啊。各加100啊？那你干脆那个各加100的话，就是减193。然后动389，是不是这样？对，我的建议是这样。那你干脆就动400，减200啊。好，这样好不好？这个已经是最低限制。对，这是最低限的。这个哈，我横平的讲，执法里面原住民族自治法是他们要做的，他们每一年都有送来，每一届都有送来了，是我们立法院没有给他通过。人家都有来啊，是立法院一直没有给他通过，这是一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执法里面，哦，属于他们中规处的就是原住民族自治法了，其他的都是别的部会的，哦，另外土海法是那个土管处的，不是他的，不是把责任全部给中规处啊，哦，所以这个他是预算最少的。放在中规处啊，都最辛苦的处啊。我建议这样子啦，哈，就是刚刚编审的建议很好，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尊重黄昭顺委员的提案，就是动200，删200，但你科目自行调整。动400。对不起，动400，然后删200，然后科目自行调整，整个第二幕的部分。这样子，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细节，你们反而更有弹性，你们自己去调整。整个目，
动四百，三两百。很客气的啦，这个预算很大条呢。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的啦，真的。客气的啦，我觉得我们立法院还是要互起监督的。一定要的啦。这十一年都没有什么作为了。不是不是，我要讲一件事情。我昨天就说过了，你今天综合发展这一幕里面，攸关转型正义的只有140万，其他的都在办说明会跟研讨会啊。那我老实讲，主任要求的不是这些，而且等十一年了。主席，基本上我们这里要求的就是不是惩罚性，希望你们到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举例来说，昨天就讲了，今天连这个法律的研究，原住民的法学这个部分，到最后是民间去做，到最后是法服去做，法服去找司法院，法服原住民法律服务中心最后去找司法院。原本是找谁？原本是找你们原民会。好了，我这个我们请国大使委员，嘿，请国大使委员。这一项哦，我认为真的不应该动，也不应该减，因为其实我要讲的，那其实也是跟昨天一样。第一个就是说，前面十一年的立法的无效率跟这个怠惰，怪在现在的或即将要来做这个法制化工作的一个团队，再加上院长，现在行政院长都已经宣示今年的原基法推动会在这个月就要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要赶快做，然后让大家看到政府要解决十一年来完全没有立法进度的决心，我们要赶快做，就这样。立法的无效率哦，其实包含了阿扁时期那时候通过原基法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以将当主委的时期。好，那当然后面还有就是马英九那个时期，可是呢，本来就是在以将那个时期，那三年就要通过了。没有，当然没有啊！我是说那个时期的那个三年，我觉得那时期包含那三年。我觉得这个案子不要再讨论了。包括刚才国大使，我来处理一下，他自己提案都要删。没事没事，我知道了。每委都要删，我知道了。来，那我就现在我提议一下，我提议一下。我懂，我懂。我们其实也不是没有给这个原民会空间，因为我们刚才的其实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细目都有做讨论哈。我再提议一次，大家听看看好不好？就是说，我们冻结400万元，三减列200万元，其中含大陆旅费435000，因为要不然你自行调整，到时候你又加进去，对不对？哈，那这样子科目自行调整啊？好啦，真的啦，1亿多的预算，我们才不是那个一亿多，要扩掉到8000多，1亿。那个一亿是另外的科技预算，他已经自行，他反对的话就保留发言权就好了，对、啊，因为发言权。那再听看看呢、啊？我提醒一下，已经比去年减力很少了，差很多了，真的。去年减的更多，动的更多。郑委员，你相信我啦，你真的尊重我们这样的裁决就是护网了，真的就是支持原民会了，真的。好啦，我再讲一次，我们冻结400万元，减列200万元，含大陆旅费435000，可以啦，真的啦，非常客气的。好啦哈 ，OK， 来，我们就这样哈，那我们进入第三幕。主席，我觉得我们都太客气了，真的是太客气了。省预算那么客气啊，外公那财政的都不搞啊。不是去年，我跟你讲，去年是3500动1000呢、欸，
大家不要忘记耶。好，我们第三节的第三幕的部分，对不起，第三幕的部分，第一案、第二案也是整个幕了哈。我们是不是稍等一下下？我们先回头看一下三之三是哦，三之三撤案了哈。那我们直接三之四、三之五是第一节的部分，我们这两案先讨论，请说明一下。赵委还有各位委员，跟委员报告，就是三之四、三之五，还有六跟七，其实都是在讲同样一个案子，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族记忆研习中心，所以一并说明哈。这个原住民族产业馆哦，这个原住民族产业发展中心是在罗斯福路上的这个一栋九楼的这个办公中心。那办公中心现在一二楼是外租给做这个，对啊两对三四三跟四，四跟五，现在是一二楼是外租给这个民间去做这个原住民美食简餐，那三楼是我们的展示馆哈，那以上都是我们其他的这个专案办公室的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一栋是我们。这个预算编235万，主要是做例行的这个维修，因为这栋建物也有历史了哈，所以也常常会有漏水的状况。那我们今年也花了200多万的预算做外墙的这个整修，希望这个三之四跟三之五的这个提案是不是能够照列，让我们这个产业发展中心能够顺利营运，因为这个经费里面除了这个维修之外，还有保全的费用，还有清洁费用，跟这个电梯维修的费用。所以您的意思是四五六七都是同一个？三跟四、三四、四跟五是同一个，是在罗斯福路的产业发展中心。哦，好，对，两个并起来。啊、我请问你哈，那个你刚刚讲说一楼、二楼是做美食，是外租吗？还是对外租？外租一个月租金多少？26,850元。一个月租金26,000，然后我们整个整修还要我们自己来吗？没有，二楼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办公室。二楼以上，那总共到九楼，一二楼是外租，三楼到九楼是我们原民会的专案办公室。一二楼总共租给他26,000，一个月26,000。多大的面积？十几，一层楼不到20平，20平两层，对，非常小。我想你们那个是针对是怎么样花包的？我们是公开招标，是就是最低标的方式，谁投标谁的租金最高，谁得标。对，26,000块。对对，因为而且我们这个也招标了三次才有厂商投标。对，我想跟附近的房价的比例比较不成比例了，比较不成比例了，没有那么低的租金呐，在那个位置上，因为那个位置我经常经过的，我们家以前就在南昌街啊。所以我们经常经过那个地方。如果说一楼、两楼、一楼、二楼，没有，你在一楼、二楼的租金都没有那么低的，这个我们清楚。你们签几年？我们到今年，明年六月，到明年六月啊。对，一次签两年。我想这个问你们大概什么？一次签两年，到明年六月。我想这个部分还是要检讨。对，我们会再检讨。你附近的房价去做市场调查，你就知道那个区块的租金不可能那么低的。对啊。对，我们在检讨明年招标的时候，我们再检讨。既然哦，这个是攸关经济发展业务，刚刚。王处长这边哦，有提到就是说有部分是保全，有部分是电梯维修。可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哦，这个原住民的文化产业中心的平均年营收只有75,000，这完全就不是一个就是要经济发展业务该做的事。老实说，在这次的私人企业，你们这个早就要被废掉了。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你们这属于经建的嘛，经建处这边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目标要提高啦。那有关于就是里面有人事的费用，我会同意就是说这个部分可以调整啊，好不好？
但是呢，我还是认为就是你们本身投资这么多我们的纳税人的钱，最后没有什么收益，哦，这不符合这个比例啦。而且本来就是要带动原住民经济发展的枢纽，做成这样子，其实还蛮让人家嘛觉得就是说做事情不够积极啊。好，我再跟大家做一下整理哈。我们这一幕整个在讲的就是推广中心，这是第四案、第五案，然后六到九案是研习中心，对吧？哈，然后最后第十案是国外旅费的部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第四案、第五案。哥讲起来，如果以这样的经费哈，如果是就正如刚才我们委员讲的，那个民间团体造的豆啊，造的豆啊。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了，完全不符合说我们投资比例原则，所以我觉得说完全把这个预算这样子给，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好，这个地点哈，空间都不是很理想，然后哎呦，给你去经营好了，真的，那个几十年来十几年来的问题了，那个是十几年来的问题。这个部分哈，然后它是什么区，啊，也不能做说什么，就只能做那个，然后我们只能给原住民的机构，啊，只能给原住民族的机构来承担，啊，我们是给原住民族的机构来承担，都亏了，都是亏的，反正很困难，好好的，这个，原民会其实可以好好的，应该下次可以做简报了，啊，这个真的很困难。非常困难。好，那个因为原住民族在那个都会区的这一些宣导，当然我们都觉得很有必要了哈。那所以是不是我建议六到九万也再说明一下好了？我们整体再来一起考量。嘿，三支六到三支九是在讲我们记忆研习中心。记忆研习中心是在台中市的和平区，是一个十五公顷的一个教育研习中心，它不是营业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每年会开办这个有关经济产业发展有关的这个课程。像今年我们就开办了24个班，几乎每一个月都要开2个班，每一个班都为期7到14天的这个班期，它跟一般的职业训练是不同的，主要是现在已经在经营经济产业的这些人能够再提升这个在职场上的这个能力哦。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第三节的这个部分，我们总共编的才900多万，那其中400万是开课的经费，另外500万是人事砍草还有保全跟这个房屋相关的这个费用。我们的经费15公顷的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其实用900万去经营已经非常拮据了哈。所以因为它不是以营业为目的的一个地方，是教育研习中心的地方，希望委员可以支持这个预算能够照列。因为他这一幕比较单纯，所以我请他先一起说明。嘿，主要的原因哦，对于就是这个研习中心的这营运管理经费哦，完全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规划，没有具体的明示，太空虚了。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就是大家讨论的。但是呢，还是要强调，就是既然你们都已经编列这个预算，我们也要审。可是呢，你这里头要他们做什么，希望他们达到什么，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该要积极去做。假设你要为了原住民生计，比如说我回到前面的，你要为了原住民族的经济，结果你自己主管机关不积极，导致我们都没有办法赚到钱，那这样子也是你们的责任。那有关于第九三之九，我是觉得可以调整。还请郭老师委员。主席，这几笔哦，我完全反对删除跟冻结。大家都知道原住民族的生活非常的辛苦，而且走访地方跟部落就会知道哦，其实有蛮大比例的族人还蛮仰赖这笔预算的。我们希望可以学习，可以有这个学习的机会，还有发展的前景。所以这个东西，其他的也可以删，但是这几幕其实这几笔预算是不能删的。好，删。那个请那个主管机关把去年办的那些资料拿出来，去年前年的资料现在拿出来，
现在拿出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预算在立法院是不能上。对，但我补充一下，你们如果说每一个行政单位送来的预算，我们都用这种方式的话，那我们有亏职守。所以请不过，请严委员把去年跟前年的你们举办的所有，然后那些成员到底是对象是什么，我们要拿出来看看结果。我刚刚讲的不能删哦，我刚刚抱歉，我来不及说明哦。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这整个的经营管理的方式跟模式有没有新的创意，或者是说可能带来新的绩效。就好像昨天我们在讨论这个综合发展基金，我们的就业媒合的成效到底好或不好？因为过去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成效，才会有委员想要冻结或是删除。可是现在的话，我们希望不要删除或不要冻结的前提是，原民会必须要提出更完整的说明，包括刚刚黄委员所讲的，那去年前年到底办的怎么样？请可不可以请行政机关跟我讲？我也的确无法接受，在我看不到任何具体内容的情况之下，就让这个预算案通过。这样子哈，我们3-4到3-9，就是4-9案了哈。就是第三幕的那个4-9案的部分，请现在立刻提供资料。我们应该这样子，我再次重申，我们内政委员会是大家都是非常严厉的哈，在审查预算，所以没有什么预算是不能删的。但是我们也尊重每一个委员其实对这个东西看法，因为确实这一幕我跟大家提醒一下，去年是完全没有删的，代表我们对于那个原住民啊原民会在推动这个业务的支持啊，我相信这个是不在话下。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变成他的保护伞啊，就变成说哇大家就随便弄，然后我们也不追求绩效，那这样子我们有亏职守嘛齁。那所以我们这样子第十案再讨论一下，然后再回头把那个一到三案我们都综合讨论啦。啊等你们资料来以后我们再决定要怎么处理。你们资料现在准备一下。好。建议内政委员会去考察啦。对，因为经济发展其实对原住民非常重要，我们也非常努力啦。所以因为经济产业发展，我们说明好不好？我们以前有没有去参加？然后大概105年、104年，大概都没去参加。你们把那个过去执行情形说明一下好了。还有接下来要去哪里的？我们3-10是第一次编列到这个巴黎参加国际家饰用品展，因为这几年我们很多原住民的文创业者针对家饰的这个制作已经做得非常精致哦。那我们希望除了在国内的市场能够帮他们拓展之外，也希望能够提高在国际的这个能见度。所以我们这个巴黎家饰展是第一次编列，过去没有在国外参展过的这个经验，嘿，是没有。那我们准备找哪些人去？去哪些人？我想你总该跟我们讲个清楚。我们现在因为是新增科目了，对，这是新的国外的这个旅费。现在我们北部，因为我们这两年有征选40家的这个青年的文创业者哈，有北部的这个槟榔俏的2%公司，还有花莲有一位林义荣，因为他是做轮山草，他也是做这个家饰用品的一个业者，很多年轻的业者都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会这个预算如果通过之后，我们会用公开征选的方式去征选他的作品，然后带他们到国外去做参展。你刚才讲，你现在说花莲有一位，还有哪一位？台北还有一个是那个槟榔俏2%公司，对，他们是运用这个部落的这个槟榔叶做成文创商品或者家饰的用品。那东海岸还有很多很多的业者是用漂流木的方式去做这个家饰用品。那个主席，我想如果这个预算要通过，我想如果他们已经设定目标，那我是反对的。好，这我不认为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要必须要公开去甄选等等，因为让大家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比较啊，否则的话你已经指定人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我觉得这样子就有点。你说的巴黎展是巴黎展举例了、不是，所以我要了解，因为这个预算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所以我们才会提。所以如果要做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如果你们要通过的话，我想还是要做几个主决议。好，那我知道了，就是说因为这是新的，所以黄委希望到最后
也要详加说明了哈，一个主决议。OK， 来，那我们啊，请。没有，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原住民的有关于文创哦，其实越做越好啦，让他们在国外有交流的机会其实是不错。但是我也支持，就是黄委员说的这个部分，其实还是要公开透明。好、哦，好。所以那个主席，预算我可以支持啦，因为支持文创这个我是 OK 的，但是我们请他们先写一个主决议出来。好，那个主决议一定，我想这个东西应该公开透明，不可以黑箱。好，因为你对所有我们有这么多的原住民朋友在这个上面，那其实他们的那个都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好，请你们撰写一下。好，所以你们写一下，就是说这次去是为了什么去？那你们会特别的怎么样去这个公平的甄选，然后详尽的去那个，你简单写一下，现在开始写好不好？简单写一下是我的口头语啦，就是认真的啊，不要写太多页，好不好？就是一页之内写得完的，叫做简单写一下这样子。好，那一到三案也说明一下好了，包括本席的那个关注的蓝语的议题，好不好？有关第一案跟招委还有各委员报告，第一案是我们整体经济发展的预算3.85亿哦。那这个是经济产业发展四年计划，是原民会的中长程计划，是要跟行政院争取本会基本需求以外的这个预算哦，必须要有中长程计划才会产生。那个计划其实我们102年的时候就提出，最后行政院一直在修正滚动，最后是在104年的时候通过的。那也因为已经过了102年的这个期程，所以在104年行政院核定的时候，就把这个执行的期程调整103到106年。那这个计划里面有四个主要的架构，一个就是区域型的产业示范区的这个建制，第二个是研发加值，第三个是通路的建构，最后是人才的这个培力。那因为我们的经发处三个科都是在做跟经济发展有关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个经济产业发展四年计划会分属到三个不同的科目，是依照我们处的这个各科的职掌所分配的。就譬如说人才培力，因为它跟创投创业有关系，所以我们会放在01金融的这个部分。那产业示范区它就是跟产业发展有关，是放在02。那04因为是跟文创产业有关，所以我们就把预算放在04。所以经济发展四年计划是在三个科都有一定的工作要执行。那这个预算我们才其实在94年的这个执行率也高达96%，那地方执行的状况也都很好。那产业示范区全国目前有22处是整个区域型的产业链的一个示范区哦。那现在因为已经执行到第2年，那明年是最后一年示范区的计划，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这个经费能够让我们造列，让整个示范区跟经济产业发展相关的这个工作能够把它做得最好，让这个经发四年计划到明年最后一年能够发生很大的产值。那我在这边也特别补充委员关心的产值的部分，因为我们每一季都有开会哈。104年的这个产值是2.2亿，那105年因为是最重要的工作执行期程，所以1到6月的产值是3.7亿。以上说明。这是第一案，那第二案是这3/1是郑委员这边所提的，就是我们进法补偿的这个预算呢，我们会依照上次这个委员咨询这个院长的时候的这个承诺，我们会跟这个行政院主计总处跟相关的部会再召开会议，把这个经费来源再评估，看从哪个地方来做这个因应。我们会用最短的时间跟行政院主计总处来召开这个会议。那3/2的部分是赵委所提的这个案子，有关蓝屿的这一块，我们其实现在跟蓝屿的这个产业发展计划，蓝屿乡除了过去有离岛建设基金提了这个产业发展计划之外，今年总统跟主委都到这个蓝屿去，所以我们针对在蓝屿的这个脱销据点还有伴手礼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计划，我们现在都在跟乡公所还有县政府正在积极研拟，所以这个计划会是一个中长程的，我们用专案的方式来支持蓝屿，因为他们的这个产业不管是旅游还是非屿的这个产业都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原民会来大力来支持啊。
那33已经撤案了，所以先、OK， 好，以上说明。好，这样子哈、哦，蓝屿的部分我再次提醒，他们当地的那个生命力跟活力都很强啦，但是他们也都有在反映说，需要政府辅导，怎么样让他成为一个，因为他的所有的伴手礼都是自己创作的嘛，然后那个非常的缤纷，但没有一个。对，所以请继续协助加油哈。好，那我们回头来处理看看哈。嗯，上一次去年杜斯都完全没有动，没有删了哈。动2000万，对啊，去年动2000万。去年第三幕没有。对啊。去年第三幕没有。2000万，你还不给他？可以动2000万，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调资料，去年是没有的啊。前年动2000万呐、啊，前年呐、啊，前年呐、啊，哎、欸，那个郑天才委员你自己提案说要动1000万哈，然后这个我们那个委员说动2/2啦哈，那我们处长说动2000万呐、啊、哈，然后其实主席我要这样讲哈，因为这个是4年的计划，那前面有2年，我觉得我们应该实地去考察一下。让他们来这里做一个专案报告。好，所以郑天才委员提的动1000万，我建议这样子，我请请教一下，我觉得是 OK 的。我刚才把第三幕仔细这样看一下，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它的内容就是包括刚才讲的研习中心，包括那个就是推广中心，还有跟各县市政府的还有团体的补助啦，所以大家都嗷嗷待哺哦，坦白讲非常需要这笔预算哈，所以我可不可以很负责任的请教一下执行率，你们执行率到底高不高这样子？就是去年104年的预算执行率是96%、哦、那到今年我们1到7月的产值也有3.7亿元，所以那个地方是非常努力在做，不管是特色农业、文创产业还有部落旅游的这一块，地方都非常支持这个计划，也很努力在推。好，请李金义委员。这个哈、哦、讲到跟地方的配合哦，这个我其实都很担心啦、哦、因为你们跟地方配合，其实地方也要相对的配合款、啊哦、那我不知道原民会是不是有跟客委会一样有所谓的重点发展区域，那到最后会常常变成一个情形，就是所谓的重点发展区域它根本自己也不提计划，那其他不是重点发展区域的、哦、这个提了一堆计划，然后行政单位就说啊，你们人数不足啊，人数太少啊，就不处理。好、哦，所以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好、哦，地方的配合款，特别如果地方还要配合款的话，他们编列的预算的的欲望哦就更低啦。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哦。比如说以我们嘉义市来讲，我们嘉义市的原住民朋友大概不超过1000个吧，加起来不超过1000个，那当然不会提计划了。哦。那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原民会特别注意跟地方的配合，这个是重点。那个主席，我这样建议好不好？因为其实我知道他们在部落旅游，还有一些各地方族群的那些经济发展的特色，其实他们有努力在做。我想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跟他肯定。那但是呢，这个计划是4年计划。那我认为我记得上次在旅展的时候，你们也有到高雄的那个去旅展，我也特别去看看你们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哈，因为整个预算是连续4年的预算，然后是3亿多的预算，我具体跟主席做建议哈。前年我知道是动2000了，去年是没有动。那刚才处长说可以动2000，我想动2000太多了哈。那高路提案是1/2了哈，那郑天才委员提案是1000了哈。那我想能不能请主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这些地方去了解，到底他们在各个地方所做的。有没有就像刚刚李金委员讲的，是不是就是在重复的地方去做重复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真的去做深度的一些东西？那不要跟他动那么多啦。他说动2000，我就有点可怜，干脆就动500，然后你安排我们去考察，我们实际去了解，然后我们希望这个预算能够真正的达到我们连续4年预算，因为从104年一直做到现在。那包括我那天特别去看的，你知道，我应该在那边有碰到你嘛哈？对，好，谢谢。那我们是不是冻结500万？然后要书面还是专案报告？我们做到那个
这样啦，我们书面报告啦啊，但是我们排考察啦，好不好？可以啊，但是你不能跳票呢，排考察。我不会啦，我不会。我要补充，我们各位先到高雄，然后台东，然后去兰屿这样子。不是只有这样，因为他包括屏东的，我觉得三天两夜，阿里山大家都做得很好。来，请那个考察完才可以动职啊。对不起，对不起，一定要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先高立伟，然后再郭老师。好，那武力啊，武力武力。我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就是王处长其实有回应了，就是我刚刚提出来的到底有没有经过行政院的核定的问题哈。再来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预算散落在分支的计划，因为我们这样子不方便审查。再来就是您刚刚有提到的，我的确认为经济发展很重要，这才就是因为你们一定要积极的让我们原住民族的这个经济能够得以提升。可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的示范区哦，有一个在花莲，对不对？这花莲有两个在花莲，花莲的满意度还是有人有提一些想法。我希望就是说，不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专案报告，还有考察，希望你们再重新再调整、再检讨有关于示范区这个部分。好，好，谢谢那个古拉斯委员。好，我直接要再次表达，我完全支持那个黄昭顺委员的这个建议。那其实的确，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我们也蛮渴望哈，可以到这个实地、现地去考察，也让委员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原住民族那么需要它。所以冻结500万，然后书面报告，然后我们去考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好，我们这样子哈，冻结500万，整个第三步冻结500万，查完才可以动资哦。然后书面报告加考察完后使得动资哈，那变成我的责任。哎，陈昭明委员呼叫他一下，他也要有责任哦。好，那个，对他苗栗也有原住民，我知道。我其实我是特别去看，我不没有通知你们，我自己去看的，对不对？因为我是想了解，因为花这么多的钱，那到底有没有偏袒，或者是能不能公平的发展每一个族群当中他们的特色，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那个内政委员会太认真了，所以考察很少了哈，就是都在认真审预算。就换一地审查预算，对不对？你昨天弄的前立法院只有我们在审查。哎，七点客气，我们陈其迈委员现在都到12点的。哦，好啦，好，那李静委员提醒的大家请注意哈，不要到时候都捐助到没有原住民的地方，结果原住民的需要反而没有满足到。好，我们进入第四幕，好不好？好。那这个呢？3467就不处理了。就一起，好不好？好，第四幕哈。第四幕的部分，第四至三是不是也是整幕？四至一二三是整幕的啦哈。然后我们的请他们说明好吗？四至四、四至五，好，你整个幕一起说明完，我们再一起进入细项讨论好了。各位好，我想针对原民会土地管理处的预算，大概做一个概要的说明哈，我们本处的预算是89,448,000哈，大概是会里面经费最少的处哈。那这个预算大部分都是在行政作业上的业务费哈，都是要补助县乡的一些办公上面的人事费、业务费、规费，还有诉讼费这方面的支出啊。其实它是很非常死的一个经费哈，你钱没有到位，大概事情也没办法推哈。那这里面的委办费大概只有一成，大概800万左右哈。那这个委办费其实都是像那个资讯的那个委外哈，还有那个专管中心的，这个事实上在计划上已经是跨年度，那是从去年都开始了。那这些经费大概就今年要按照合约去给的哈。那直接补助团体的，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整个预算里面是非常少哈，可能只有80万左右哈。那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因为这个土地的业务事关到原住民个人的权益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委员有很多的指教，我想我们都会尽力的去改进哦，去完成哦。那也希望各位委员对我们这个预算能够，因为它涉及到原住民个人的权益，希望委员能够支持我们这样预算的编列。事实上，真的钱非常的少，我们有些钱都编不出来哈，像那个马兰的那个拨用案啊，那有偿拨用我们
106年只有编15万哦，我们总共要给他2000多万哦，以上。哎，所以你的说明已经把全部都说明了吗？那是不是从各目开始？来，等一下，一二三的是整体的，你刚刚讲的吗？哈，对对对对。那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是第一节，第一节你也整体说明一下好了。针对提案哈，对，第一案的部分跟文报这个跟图管4-4了，4-4。你整目的已经讲完了吗？你就4、5、6、7、8。第一节的那个4-4、4-5、4-7、4-8谈的都是土海法哈，这边跟委员报土海法，当然委员都一直觉得这个立法的进度非常的慢，可是我们必须跟委员报告，我们在这个从96年到104年，我们总共跨部会会议召开了21次哈，那焦点会议召开了1次哦，那这个法案四进四出立法院哈，那送到行政院大概6次还7次啊。那这个刚我报告的这些次数不包含我们自己内部的协调会内部的这个研商会议哈，那这像105年这次是我们再一次要再送到贵院的这个目前已经召开了9次的内部的研讨会，因为小英总统这次的政见有提到很多土地的这个政见哦，那我们在整个土改法里面做了一些比较大幅度的调整哦，所以也开了9次会议，那目前这个草案已经初步的完成了，那现在就是等待看是要用跨部会会议的方式处理，还是直接到行政院讨论，那这个到时候会里面还会再做一个决定哈，那也请那个各位能够了解说这个土海法它的实质内容里面事实上不是原民会一个单位有办法去决定说它该怎么做的，我相信这个事关到各部会哈，还有一些族群的问题，所以也请那个各位委员能够谅解，能够支持这一个需要的人力的部分哦。以上。好，那90-11是第二节，请也说明一下。第九案谈的，是属于那种转租哈、哦，违法转租跟转让的情形哦。我想这个部分要跟大家报，就这个转租转让，其实大家都一直听说很像很多，事实上我们整个全国去查，包含我们带监察委员下去访视去约询的时候，我们全国所有案件不到10件哦，当然大家会很质疑这个数字，但实际上我们手边有的证据就是这样哦，这转租转案是传的很多，但实际上没有人要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司法的这个权利要求他，我们要去收你的有没有那些文件哦，所以全国事实上是不到10件哦，可能5件都有问题哦，那因为这个又涉及到那个民法财产权的保障哦，所以在我们整个的法令规定上，只有一个它不可以移转为原住民外，非原住民外，它移转只能原住民外，其他人都不可以移转的话，其他它还是可以自由使用受益哦，所以这部分要跟委员报告。另外第10案的部分有关大武案的部分哦，大武案的部分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发生，我们自己会里面就下去了3-4次去做协调，包含廖委员也有下去协调过哦。因为这个案子，我们不断的要求县乡哦能够依法来执行哦，但他们可能碍于地方的一些其他因素，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人的问题哈、哦，他们一直不断的拖哈、哦，但是这个也受到监察院的约行了。那我们事实上在目前，在最近在我们又下去会勘了2次，那也在今年的8月26号已经委托诉讼了哈，我们给他们10万块的这个经费补助，那个乡公所来诉讼。那第十一案的有关于那个网际网络管理系统啊，这个系统其实是在92年一直到现在到去年都没有去改版升级过，我们是去年开始改版升级的，因为这个系统它可能跟外面的系统，它这是属于一个作业系统，就是在办理原住民保留地的从业人员他们要使用的工具，所以里面涉及到很多各自的问题，它不太可能开放给外面的说你可以进去查什么查什么，但是有关于可以开放的部分，我们事实上都建置在我们的那个外网啊，就是会里面的一些网页上面有特别的透露，有哪些东西都有在上面登载哦，也请委员去参阅。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要资讯这个公开的部分，我想可能在这个资讯系统上它有它的困难，可以公开的部分我们会尽可能再做筛选哈。另外第12案有关于那个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的查定的要点跟非都市管制使用的这个修正的哈，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个的权责，山坡地的是在农委会哈，那非都市土地使用的法规是在内政部哈，那这些法规事实上我们他们在研修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会参与，我们也都积极的提供意见了。那未来这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会被国土计划法所取代哈，那我们也会积极的去研议我们自己未来原住民族特定区域的这个相关的管制规则跟它的这个计划。那另外有关于那个这个山坡地可利用线路查定的工作，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因为现在我们跟水保局的见解有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认为说它如果涉及到原住民土地的利用的话，它应该有21条这个条款适用的问题，但是水保单位一直认为说它并不涉及这个21条的这个咨询同意这个规定哦，所以这个目前都还在协商中。事实上要强调说这些法案我们每一个会议都会参加，我们都会去积极的提出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意见，然后用具体的公文来行文给这个相关单位啊。那第13案是原基法的这个预算的哈，就是那个传统领域的。那这个传这个这一个哎，第13案是传你对传你，啊，就传统。冻结不要那么多就好了。跟前面都一样，传统领域这个经费啊，事实上去年是900多万，那今年为什么会少，就是它里面有一项业务，它的整个业务里面有一项是生物多样性的这一个传统知识保护的这个条例的立法跟计划，它总共大概有将近400万的钱啊，是在今年没有明年没有编了，因为这个案子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已经进行了4-5年了哈，事实上也建置了大概5000多笔的资料哦，那他的法案也已经跨部会协商，已经在今年已经完成，那我们目前在做最后的文字调整，要送院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在生物多样性的部分，事实上这一个钱，因为我们要移到做国土计划法的这个经费，所以我们把这一个计划哈，是将近400万的经费移到土地利用的部分，所以这个在传领科现在看到是少的，但传领科是104年才成立的，那其实他们业务可能到后来经费要有大幅度的成长，应该是我们这个划设办法通过以后，那我们会编中长程计划，大概预算也大概在1亿左右啊，所以这个未来的预算会是配合那个法案的立法以后会尽可能的足额编列。13、14差不多了哈，对，我们先就是因为这样子，好，我们现在开始针对整个第4幕，请委员表达一下意见，嘿，请高陆委员。好。首先哦，我先针对有关于土海法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你们在我的在哪里啊？四支八这个部分哦，250万哦，我在这边要强调一件事哦，从96年到现在，从93年，其实就已经有跟原住民族传统土地回复相关的法案出来，行政院。提出来，从96年提出一次，97年提出一次，然后呢，我这边我没有看到预算，但是呢，我从102年的时候看到行政院编列预算102500万、103450万、104300万、105300万，今年又编了250万。好，以我这个。看到就是郑天才委员哦，他是我看过就是对于土地相关法案很积极的委员哦。我不晓得哦，他提一个法案是不是要花到2000万哦？那你们前面这几个版本提出来，每一个都看起来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这花这几百万不是让你们复制贴上啊？那你们在这边甚至来讲，就是说在整个土海法到了去年那个版本还倒退，好、哦。去年版本在整个传统领域的定义上还排除私有土地，那我要讲的一件事，我的愿望就是哦，在我的这些老人家都还活着这个年限，他的土地能够还回来，可是呢，你看这10年编了快2000万的预算，结果什么东西都没做。郑委员，你写这个
这个促进转型正义这个土地草案你花了多少钱？是啊，我们圆明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花了那么多钱，2000万写一个土海法。这个土海法没有那么多贵哈，土海法真的没有那么贵哈。那时候我在圆明会了哈，但是这个沟通协调非常的困难了。我开了10次的会，我当副主委的时候，我跟相关的部会，我要去改变的，我要去想办法去让他们了解。我开了10次的会议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上次才会跟诸位讲，土海法就送来，决定权就在立法院了，各部会绝对很多的意见了，各部会绝对有很多的意见，所以那个法案呢，已经十几年了，不就把它送来，那在立法院好好的把它审查，各部会有什么意见就把它砍，就有各部会有意见就砍掉，没关系，就送来，到了立法院再好好的审。不然的话一直会延宕下去，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有办法突破。光山坡地37条哦，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37条，他现在还是啊，所以还是要送来我们再好好讨论啊。所以这个部分不是，你没有，你们这不用主席你就可以送来啊，你就透过送行政院，赶快送到行政院，你还要再开会什么？你有办法吗？一将主委有办法再说服农委会吗？说服那个其他的部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啦。你现在还没有送到行政院嘛，对不对？要送啊，要送。立法院再好好审。我们到时候再拜托我们的伟大的招委啊，伟大的李俊毅啊，伟大的李陈其迈，还有伟大的姚文智，伟大的黄昭顺委员呢、啊。我跟你讲哦，一看到这个项目，我自己都很头痛，我是不晓得怎么处理比较好，你知道吗？伟大不伟大不重要，你知道？对啊，他们不送出来，我们连动的机会没有。我们不跟对岸讲一样的啦。请我们郭老师委员，针对这几笔哦，我首先在讨论每一案之前，我要先谴责土管处，而且是非常严厉的谴责。从昨天，针对圆文会或是蒙藏委员会，那因为时间不足哦，所以没有办法针对土管处要求给我一个回答，因为一样的资料都没有给。我们的办公室3月9号为了针对了解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推动的状况，3月9号发文一直没有回复，8月11号追办没有回复，8月17号还请行政院敦促所属来赶快办理，结果8月25号回复了，也是哩哩啦啦没有回复，9月13号再次要求补正没有回复，这是本席为了了解原住民族土地海域法推动状况发文跟您要求提供相关的资料，你没有给。另外我们为了了解某地号彰化边原住民保留地的现况，4月11号发文没有提供，5月20号又在发文要求您重述处理，没有提供，没有提供，9月5号都还没有提供。另外为了了解某原保地是不是适用原基法第21条，3月22号就发函说，4月15号才函复哦，说需要确认。到了5月17号我又发函，然后又有一些说你们的回应是说，哎，这一笔土地的争议吼无需践行原基法第21条的规定。到8月29号的时候，函转申请人依法申请确认是否适用原基法第21条。9月23号您函复说，这需由县政府确认，仍应符合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第23条。这些都是陆陆续续本办公室哦要求这个发文去要求土管处提供的资料。首先，可不可以请处长回答，为什么从3月开始一直要的资料，也是立法委员办公室发文要的资料，你都没有回复？
那如果有相关单位的这个同仁也可以回复。我跟委员报告，我想上一次我记得上个月我有跟委员去特别说明，而且这些资料我回头又有请同仁再重新整理，他们都跟我回应都是送了。那我不知道说到底很具体，而且你讲那个三月份那个在之前都已经处理过了，后面你又有送一批，我们跟国会主也有讨论，国会主也有跟委员报告说是不是哪一些我们要送什么，事实上我们都整理。那我现在了解是说，我们通过跟我汇报说，大概还有几项是因为那个资料的获得要从县乡他们要提供给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回应你，所以我们那可能比较慢。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绝对没有去藐视说，委员跟我们要东西我们不给，我有跟委员沟通过，这个我们一定会给。如果我们办公室电话没有打过去哈，你们不会打电话来说很抱歉，时间到了哈，我们没有办法送。你们有这样做吗？你们有这样一一的说明吗？啊、这个我们会请同仁。那个主席，我建议哈，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一样。我们等一下应该再做一个主决议，也就是说，立法委员要的，除非机密文件，那机密文件也可以针对委员个人看过，好，然后他可以收回去。好，这个在立法院过去就是惯例。如果连Glass委员他那么敬业而且那么努力的委员，他要资料，我大概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他已经讲到很多次，大家大概以为他是不分区的就不理他，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啦。所以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决议，好，支持，我觉得这个我可以不分政党的支持，好，而且必须要谴责。你也没有啊，啊高路也一样，那我现在在支持高路，对。这样子哈，我们这个是提到他，但是我们先解决了哈，就是说，主席啊，有这个，我跟圆明会要了一些资料，到目前都没有给啊。哦，那很严重哦。圆明会的预算干脆就不要审了。第四步先暂时都不审。那个要党产的，要那个不当党产占用这个国民党占用原来原住民土地的、啊，都没有整理啊。没关系，讲了快一个月啊。好了，那这个预算全部冻结了，可以的。就做这个冻结预算，资料在审啊，你资料来都不审，啊，叫你们整理资料不整理，那、啊、开什么玩笑呢？来，那个失松了是不是？这个太严重了哈，就是说这已经不是哪个政党执政的问题，国会跟那个行政部门是在宪法里面平行的一个机关，不同的那个部会，那个不同的体系，怎么可以说我们本于职权要的任何资料在那边推脱啦，选择性的提供？这个真的是昨天到今天听不完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只有圆明会，蒙藏会也是一样。这个太可恶了，人家蒙藏会至少人家昨天还鞠躬道歉。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国家所委员你主写一下？好，但是不只是你，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你联名，严重谴责这种行为，不可以再发生。即便现在民进党执政，我们也绝对不护短。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这样立法院就变成立法局，怎么可以这样子？严重的变立法局啊，所以行政不给资料，这个好像，但是我今天要提一个案呐、啊，要提一个谴责案呐、啊，真的提一个谴责案，不管要什么资料都必须要给。好，那麻烦 Glass 委员你主写一下了哈。好，第四幕的部分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既然资料没有给，就全数冻结啊。这个哈，我提醒一下了哈。去年虽然没有任何的删减跟冻结，但是因为传统领域的土地跟领海的部分，一直都是原住民族大声疾呼，那政府这个牛步化的问题，对不对？哈，那我还是建议应该要有着删跟着动啦，表达我们严正的立场，这样子。严正的立场就是全部冻结啊，因为他所有资料不给啊，我是建议说一起处理啦，因为他预算也不是很多啦，哈，8000多万而已。报告委员。我觉得不要放着了，让主席讲讲看要怎么处理了。不用再说明了啦，你说明就要刚刚委员说明。刚刚，我跟委员报告、好，每一个委员来的什么公务，我们都有在做整理，然后我们都有列管，到底现在这个进度是到哪，哪些已经回了，哪些没有，我们都这边都有记录。红的大概就是还没有完成的，那个有的黑色是表示陈委员的部分，最后一页，
委员的部分，我们在10月20号提供委员那个国会主转委员办公室，就是有关于青年活动中心占用人民宝地的处理情形哦。我们有10月21号有提供，10月21号我们请问请各地方政府查复有关人民宝地租用跟占用的情形哦。那十月二十八号，我们又再次函文催办地方政府，要跟我们报说，有很多资料不是我们会里面本身就会有，因为它有些是执行面，他们才有资料。但是我们有的，我们都第一时间给委员。只是你们可能要的要很完整的，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很完整的，我们需要有地方政府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文件资料，才有办法给委员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但是我们之前都做了，因为我们这里面每一个委员所。因为上一次因为古拉斯委员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求说，只要有发文的，我们全部列管了、那办到什么程度，我们这边都有记录。那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说整个资料是非常完整的，也希望委员体谅，说很多事情是地方政府执行，我们必须要问他们。来，请那个李建义委员，我说一下了哈。这个立法委员要资料哈，那行政部门不配合，这个也不是第一次了哈。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希望一将诸委哈，这严格督导了。好，那如果是还要需要透过，比如说乡镇啦、部落啦，哈，这个你们事实上作业上有困难，你必须先跟委员先说明。好，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么清楚，好啊，你们必须要先说明。好，不是告诉我们说啊，我有在跟部落要啊，就还没有来啊，哈。我想这个都不好哈。那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特别要拜托一将诸委哈，一定要严格督导了。哦，我听到的是，我的办公室是跟我讲说，原民会对我们办公室配合还好啦，好、哦，那其他部会配合比较不好啦，哦，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比较凶的关系啦，哈、哦，那不应该这样，哈、哦，那所有的委员跟你们要知道，你们都应该要配合。好，我们国大委员，我要在这边直接反驳处长的话，以了解原住民族土地还法推动状况的这一个文，3月9号。就发的这一个文，到了9月23号的时候，你们有补东西，但是我们要的相关的说明会的会资料，还有研商会议的记录，我不晓得这个跟乡公所给不给有什么关系，我就直接讲出这个细目，这个为什么没有给？我从3月9号就一直要到现在。又例如说，4月11号、5月20号分别发函的有某笔原住民土地彰化边的现况。一直到9月5号到现在都还没有提供，那你们就说因为县政府乡公所没有给你资料，但是从4月11号到现在都已经11月11号，7个月，原民会对一笔原住民保留地有没有彰化边，还有它彰化边现况都没有办法掌握，那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你怎么会说你的资料都给我？主席，这个听起来很严重了哈。他不给资料还不管，还我是觉得这样子啦，还推诿责任，多说无益啦。反正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是决议文。好，主委你说一下嘿。好，那个赵委还跟委员，我想十几年的我也没有、啊。那个委员，你不是为什么会有执行该去？对，过去我们各处室哈，资料没有按时送到。委员的这个部分呢，我要跟各位委员抱歉哦，这个可能是我督导不周了哈。那以后的部分是不是也请我们国会组哈，帮我列管一下，就是委员限期要的资料，希望我们各处室都要按照时间送达。如果不能送达，要亲自跟我讲理由，为什么你就如刚刚我们这边讲，如果是你到公所调资料，可能期限内用不到的时候，你应该是。各业务单位应该主动跟委员办公室做说明了啊，那甚至那个部分如果无法提供的，也要跟我第一时间来了解。原则上，我们法令允许提供给各委员，我们应该都把这个给。那个主委，我不同意你的讲法。刚才古拉斯委员已经讲了，他的案子根本跟乡公所都没有关系。有一些啦，有一些啦，有一些没一些的也有，所以没事我来处理啦。这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可以把那个给古拉斯的，我们所给的再引用一份给各委员看看，我们给了多少资料。这个来这样子啦，哈，你觉得已经都，我认为多说有意义啦。谈过好几次，我们一直不断的补资料。你这样子意思是说古拉斯委员乱讲了？不是，我不是说，不是我们是一定支持他的哦。这样不是我这样子啦，我认为啦，哈。这一个科室的做的这么乱，给你那么多钱没什么用嘛，反正做的结果也是那么差嘛。我们这样建议减列200，冻结200，专案报告后再行
那个动资这样子。这样好像有点太少吧？你不是说要严惩吗？严惩怎么会？哎、欸，这跟你刚刚的建议已经有加倍了、欸。真的没有到严惩，不是用预算的。光是我觉得他们平常家务是花了2000万要去做一个来访。我真的要诚挚的拜托哈。我们原住民保留地的彰化边，现在全部卡在测量，没有测量费，那钱根本不够，钱根本不够，很多乡镇都在等这些测量费。不是这个都可以用，都可以，他只要有钱都可以拿去，因为他是业务费，知道吗？因为他是业务费，本来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要。地震事务所要花的钱啊，但是因为，啊，案子很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他这样子讲哈，那个刚才主席是讲减200嘛，我跟你讲呢，减少一点，动多一点呐、啊，因为他既然说业务会嘛哈，减100动300了，我觉得这样子对他们的业务，我觉得我已经哈，我是建议说，因为刚刚很多的委员的表达实在对这个业务实在太不满意，所以也是应该要给你们有警惕的效果了哈。我们减100了哈，动300了，好不好？然后要专案报告后时的动资，好，谢谢。哎、欸，对不起。我们今天是全部哦，都含在里面哦，整个第四幕都含在里面哦。好。不是，因为我对于我里面哦有一个就是资讯这个系统管理哦，老实说。我一开始哦就已经提说这个资讯要公开哦，但是呢，原民会的这样的资料其实都没有做出来。不是不是不是，我说有关于土地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很早就提？因为台东10年前就做，你在台东做过对不对？台东10年前就做这个事，然后原民会没做好这个部分，我就要求这网站弄好之后，你就实际给我们来操作一下。有道理啦齁，做得好不好，好不好，不要只是给我书面了。好，那这个过程中请都随时跟各个委员关心的点保持联系齁。我们就简历100万科目执行调整冻结300万专案报告后使得动资。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休息10分钟。啦，赶快把不要休息了，拜托了啦。休息10分钟啦。休息5分钟啦，5分钟。好，休息5分钟齁。那个郭老师，你有结义的主结义的文你写好了吗？好，你赶快写哈，我觉得各个单位都适用啊，这样才会。
休息时间到后，我们请各位委员跟各位官员请就座，我们要继续开会。来，继续。有，我们要继续了哈。我们现在那个我们现在第五幕，第五幕已经处理好了，就已经处理完了。但是那个主角要把它写出来。我们现在请主角意是针对各方，主角不是针对第五幕，是针对整个行政体系的，整个行政体系的抗议哈。来，我们第五幕的部分，请说明，请整体说明好不好？因为案子没有很多，就一并了，好不好？一到五案。五幕去年他们怎么处理？没有处理。第五幕其实啊，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他们也可以说是原住民区的。但是我觉得赵天麟委员提的这个案子很重要，就是说那个兰屿的这个污水的处理的部分，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计划。那个垃圾都爆掉了、啊，都满出来了、啊。对，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哈、啊。我想第五幕要不要把这个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得把广告给集齐哦，因为我知道你去那边跑步啊、哦，那他有去那边跑步，我知道啊，对，所以我想是不是按照你的提案来？没事，我们先让我们说明一下了，好不好？整个第五幕，嘿，好，各位委员大家好，那我们公共建设处的部分哦，先报告那个吴志一这个部分，那个。首先哦，它里面有提到，就是关于环岛公路跟，环岛公路的品质堪虑，还有就是污水处理不良这个部分呢。那个，当这个主管机关不是原住民委员会，那但是原民会呢可以协助最终了解，并且协调促进来改善。那经过我们那个了解，目前台东县政府在十月底已经发包1700万，把那个，这。东八十跟东八十一，也就是整个的那个环岛的部分，包括中间他们所谓的这个中横那个部分呢、啊，那以五件案来处理这个路面不良的问题。那再也就是说，在前面拓宽这个部分呢，原民会可以协助哈，跟交通部跟国发会，那就那个现有的计划，包括那个交通部生活圈道路这个部分来做协助，或者用国发会花东。地区永续发展那个基金来处理，那来实现那个整个的兰屿的一个建设，那这个部分哈、哦，请各委员能够照列，那能够不冻结，以上就五之一的部分，那是不是全部都一起报告？对，请。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那个五之二这个部分，关于住宅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是不是五之二的提案合并那个主决议第十二案来处理，因为都是属于这个原住民住宅改善的问题，那个大概的问题都是同一个性质哈，因为那个住宅主管机关目前是由内政部做主管的业务，那我们原民会在民国1995年的时候已经把那个业务被整并到内政部，现在原民会只有做那个中低收入户购建修补助，那从102年到104年哈，执行的情形都还可以，都90%以上。那目前住宅的政策呢，就是在整体的方向上，不再以取得所有钱的这个为中心了、啊，而是以安居为核心，也就是说以出租社宅为未来的一个走向。那先安居以后，那经过原住民的自己努力奋发哈。有能力购买房子来取得这个所有权，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建议就是第一，就是那个主决议第十二案倒数第二行还有第三行做一个修正文字，那倒数第三行的部分把那个一个月改为6个月，
那倒数第二行的部分，也就是自有住宅率的部分是否改为安居，也就是说六个月内我们跟内政部呢共同订定的那个主决议里面所规定的这个相关规则。那再来一个建议，就是本经费呢拜托各位能够照例也能够免于冻结。那这个是五之二的部分。那至于五之三的部分呢，这个五之三是很关系到整个原住民地区偏乡的医疗救难、农作物的运输、上班或是上学哈，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就是交通命脉的一个经费。那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过去这个原民会执行力偏低的部分呢，据我实际了解，就是工程会所公告的，也符合我们会里面的执行的一个情形。在103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执行力是86.46，那104年已经有改善了，93.96。那鉴于过去哈，就是说执行力确实偏低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原民会也确实做了一个很多的一个检讨跟改善，那把那个整个的执行力从比较低哈到104年，已经把它追到93.96哈。那紧接着，我们在今年的4月27号就订了所谓的公共建设补助型计划作业，还有管考要点，对于那个地方政府执行不佳的计划啊扣点。那如果说执行再有问题，我们就做退场的一个机制。那我们今年就是105年有89件的案子，在地方政府执行这个部分已经有一个案，还有多项的案做这个扣点啊，有一项是被注销。这个是我们原民会就是展现希望就是有一个策进的一个作为。那今年到9月30号，那整个的那个特色道路的那个执行警醒是达100%，那所以整个的一个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哈。那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就是说这个部分哈能够照例免于冻结哈，以免影响到我们地方的那个基础建设。二方面呢，我们这笔费用哈，我们大概就是为了要追那个进度，我们大概都有预先框列这些那个工程，让做一个框列的一个作为了。好，那再来就是关于第五至四，这第二人是赖委员哈给那个提的这个案哈，也是一样，他有针对这个执行力的部分。那执行力在前面已经有做过说明。那但是呢，他有提到关于这个品质考核，或者是说山区哈，因为工程啊很多的这个灾情一直不断。那这个部分也跟各位委员跟长官报告哈。那实际的状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暴雨很大，有时候就是说它的雨量超过我们工程原来设计的一个标准啊，造成这个道路的一个损害。那再来就是我们针对补助工程实施这个查核呢，我们定有一个就是委外来做这个做这个施工查核哈，来提高它的品质。那我们所利用的这个名单呢，就是工程委员会所提供的专家学者名单。那再来就是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说以今年台东县为例，7到9月有4个大的台风，那台九线、台十一线、南回公路还有乡县道灾害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统计就是原住民部落工程和联络道路复建工程哈，这次报给公共工程会灾修的部分，就是灾后复建的部分只有6件哈，544万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主要的交通设施的损坏并非哈是我们所做的原民道路好，那所以就建议照例免于删除。那最后一个就是第五至五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关于这个重建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原则，那就是离灾不离村，离村不离乡的一个
原则了。那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个原则都是这样。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脱离到原住民地区的文化还有生活场域。那紧接着，我们这笔经费就准备要放在就是爱，就是红叶村的爱国部落，还有爱国部落，那还有就是桃园的这个河流部落。那这个部分，这个钱也非常的急要用啊，所以拜托委员哈支持照例，跟委员报告，谢谢支持。整个第五幕的部分，请各位委员表达一下意见。我想基础上来讲哈，就是支持原住民区那些重大的建设，我们是支持的，因为包括他们每一次的方针，我在整个当中啊，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急迫需要，包括这次尤其东部地区的损害，我想非常的严重哈。那但是刚才讲到，就是我提到那个南屿的，这个当然是属于应该是营建署有关呐、啊。应该是地下下水道工程处，应该是跟营建署跟公共工程处有关。那但是南屿的这个部分呢、啊，其实是非常重要。那我建议啊，不要删减那个，主席是提删500万呐、啊。你如果执意要删，我也可以支持啊。但是我觉得删500万，可能对其他区域的，包括我想包括高雄地区很多的地区哈。我们希望这个都速度要加快，桃园啊什么那个拉玛夏等等哈，所以简略的部分我比较不那么样来，但是我想冻结的部分我们倒是可以少冻结一点，但是提醒他们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好，谢谢。那郭老师委员，我之一到五之五都是对原住民族非常非常重要的预算哈。不过我对那个五之三，我也是要特别提出，五之三这个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其实是部落里面非常非常需要的。那只是刚才这个处长你有提到说，今年89件有注销跟扣点的，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稍微说明。好，我们大概说明一下，基本上我们在103年有部分的案件其实已经开始做规划，但是有一个案件很特殊，在新竹，它一直都没有办法发包，到7、8月份都没办法发包。为了我们的执行率着想，我们是不是就请他重新再检讨他的规划设计，就把这个案子注销掉？那这是状况。那其他没有按照时间点发包，我们都有计点，计点在年终做一个最后的一个这样考评而已，考评而已。因为讲到执行力的问题，我知道这个计划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个同仁所讲的，它牵涉到包括地方政府的执行能量，它的行政能量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笔其实我是非常支持的，很重要啦齁。请高路委员。没有一案我觉得不重要的啦，但是呢还是要强调一件事，今天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看说原民会到底能不能执行好。首先针对五之二案，刚刚这个处长已经有解释过了，这个部分我就不坚持了，就是按照处长所提到的，就是并在主决议这边。好，五之三案可不可以请你解释，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执行率为什么跟审计部所提供的资料是不太一样的。再来就是五之五案，我想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很重视的，尤其像是连这个像是三鶯、西周这相关，它其实都是攸关这个部落安居的业务但是呢，过去还是有发生像龙恩埔的状况这里我认为就是可不可以针对这里先提出一份报告。好，我建议这样子哈，我们这个案子，我们是不是冻结500万，要专案报告后时的动资？好几亿的预算呢。冻结500万 OK 的啦。第五，你要删吗？可以好。你的提案是不要太多了这是第一个，减一点哈。然后另外要减一点，你不是，我是说冻结的案，冻结的费用再减一点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那个原民会哈。原民会那个主委，请主委要跟那个国发会沟通啊，他们乱改你们的名称叫特色，当然不是这个时候了，不投了，什么特色道路，
他本来就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络道了，啊，他故意他们改这个，都变成没办法符合这个项目啊，这是完全错误的啊。对啊，这个请严明会加油。所以也想大家这么支持您、啊，我们也会到国外会那边去建议、啊。好，那我们就冻结500万专案报告后实的动支，再来进行到第九幕哈，来跟各委员报告。哎、欸，等一下。六七八，因为没有提案我们就照列了哈。然后我们进入第九幕，来跟我帮各位整理一下。第九幕虽然看起来案子很多，有19案，但是其实呢，它是化繁为简的话，应该是第一案、第二案是整个幕的，然后第三案到第12案是第一节，第13案到第18案是第二节，然后第19案是国外旅费，所以总共其实大概就是4个。好，概念的、啊、哈，所以我们针对第一节的部分，先做个说明，好不好？简洁就好，没关系。好，你不用一个一个按讲哦，你就简洁大致，因为好几个案是重复的，你知道吗？好，简要说明。好，主席各位就第九幕的预算部分跟各委员做报告。那最主要委员关心的，大概第一个是原住民大专学生的那个就学率偏低的问题，那这是长期大院非常关心。那我们在今年的那个预算冻结案也提出了专案报告。那我想这个部分，这几年我们也持续跟教育部在努力来提升整个原住民大专就学率。我们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我们提升的原住民的学生的那个升学保障的名额，我们十大类的原住民族孩子。就读的比较倾向就读的类别的科目，我们都把它的外加比例提升到5%。另外，我们也积极提出经济的协助，包括教育部的学费的减免跟本会奖助学金的提供。那另外，我们也积极在辅导原住民大专学生，跟教育部有成立的原住民大专学生的支援中心，就孩子们的课业跟生涯来做辅导，来降低他们的休退学历。这个部分我们持续在努力。那整个成效已经有了成长，整个。原住民学生的那个比例已经提升到1.95%。那另外在那个委员会的那个董事监察人的甄选这个方面，我们其实都是一直依照设置条例相关规定在办理，也公开受理各界的推荐件，然后再依据后续的相关规定来做审件跟提名的作业。那这个部分目前实际在进行。另外，那个原住民族学生的文化学习这一块，有人质疑是说我们在直辖市的预算编列跟原乡的编列的预算的比例不均等。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回应到很多委员的提醒，就是说现在很多原住民学生已经迁居到了那个都会地区，所以我们在明年试着想把整个民族教育的课程能够带到都会的原住民都会的学校，让都会原住民学生也能够有机会学习到自己的母体化。所以我们在预算编列上在明年着征的直辖市政府补助这个部分。另外在原住民的那个学生的讲座，学生有委员提案是认为需要有那个文化语言的能力才能够给提供。我想这个部分的经验非常好。不过目前整个原住民大专学生的讲座学金的提供，主要还是在协助孩子们在经济上的困难，让他们安心就业。那这个部分未来我们会再持续来研提办法，让孩子们也能够有一些文化跟语言的连结。另外在原住民族语言教材的发展这一块，其实目前本会就从学前到大专的原住民族语言的教材已经全部编转完成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成果。另外在缩短原住民族数位落差部分，我想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中长程计划，我们为主要目的是为了缩短整个原乡数位的落差。那从1994年开始有一个4年计划，今年是正式个第4期的计划。那我们都是就过去的执行的成果持续来推动未来的这4年计划。那我们现在最积极的方向大概就是要就过去偏重在硬体建设的方面推动到软体建设，所以我们明年
推动了很多新的计划，包括原乡部落和孩童的数位伴读计划，包括部落的直播共学计划，包括部落智慧部落的建制计划。这个大概是第一节的部分的重点跟主席报告，谢谢。好 ，OK， 那我们请那个高路委员。好，那我再回应一下处长哦。这个有关于就是学生的像九之五这个，有关于就是学生的这个初在学历，我相信我们很积极的就是关心学生现在的这个就学状况，但是呢，现在的就读的这个系所其实明显的分配不均哦，我们有21%落在这个生活学门，意思就是说在体育观光21%，剩下3%是护理相关的，那其余的不管是有关于像是我们的自然科学几乎是贴地的、哦，还有最重要的，我们非常关心未来一定要这样的人才，就是有关于国土规划、土地规划的，也是贴地的、哦。那在这里其实是要提醒一下教文处、哦，既然就是你们针对就是原住民的教育这个概况分析那么多年哦，你们也有看出这样的端倪哦。可是呢，没有做出这样的检讨，这个是我要提出来的指证。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九之六的部分哦，这个学校的本位课程计划哦，49个这个原乡的这个部落哦，49个原乡跟这个6个在直辖市的这个原乡相差8倍，这样的我只要拿出来跟部落讲，一定会有人有意见。如果你们能够提出检讨，我也可以同意。好，再来就是9之8哦，这个部分哦，我的确觉得很重要，奖学金很重要。可是呢，这样的提议呢，希望有一个主语认证的奖学金，要推有主语，就是鼓励学生主语能够变好的，这个是你们最爱的台大的原住民学生跟我的建议哦。那在这个部分哦，我认为就是，如果说可以能够针对就是主语认证这个部分，鼓励孩子语言文化能够提升这个部分，我也可以重新调整。还有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你刚说的那个有关于主语语言的教材跟数位化，这也是学生在抱怨的。希望就是因为现在学生很有这样的一个主体意识哦，他们希望教文处能够更积极。好，再来就是9之10哦，9之10的部分，我想因为我不清楚这个绩效指标在哪里，所以呢，希望就是教文处能够跟针对过去相关计划绩效指标的成果，依这个设定，先向这个这里哈、哦，本席这边哦，跟委员会提出说明。好。那还请郑委员，教文处的这个奖助协金的预算，好啊，还是要请严明会啊，能够再增加啊，因为现在只有17%的学生可以申请到原住民族的奖助协金了。我知道这个比例太低了啊，以降诸位，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是都有 啊，所以这个部分哈、啊，这个部分真的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的辍学率、啊、会那么高？我们的退学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经济困难，都还要去打工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是不是能够、未来能够再争取？还有就是在你们的相关的这个奖助学金的办法，把公读跟奖助学金绑在一起的那一条，处长应该非常清楚。这个也是学生觉得有疑问，就是说他其实假设他的公读可以到别的地方，那也能不能一样的支持？好，那博物馆的部分也一并讲一下，你不要一样一样讲，整个博物馆你整体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跟各位报告有关原住民族博物馆的筹设，那本会依据大院的内政委员会的决议，已经开始重新办理整个设馆地点的选址评估。那目前已经完成了5个县市的会刊作业，那后续我们还会到屏东、
高雄还有苗栗三个县市做会勘，那整个会勘作业大概会在年底十二月底以前完成。那完成之后，评估小组会就整个会勘的状况，要求各县市政府再补提相关的书面的说明。那之后会召开整个评估的决议会议之后，把整个提出评估建议之后，我们会呈报给行政院来做审查。那行政审查决议之后，那我们就依据后续开始来推动这个案子的综合规划跟后续的建管的作业，所以大概作业的起程是这样子。好，最后你那个旅费的部分是黄昭顺委员关心的，你说明一下这次要去哪里的。好，谢谢。我想那个很抱歉，我们没有做很比较具体的说明。那其实这个是依照台纽经贸协定的原住民族专章的规定，那台湾的原住民族跟纽西兰南美原住民族每年要做文化语言的交流。那这一块是明年我们准备到纽西兰去参访整个毛利族在推动语言附赠工作的一些具体的经验，作为我们后续附赠的一个参考。谢谢。好。整个第九幕，我相信大家的那个提醒都非常有见地。好，你仔细看那些每一委员的那个提醒，其实都很关键嘛。就跟公共建设一样，这个等于算是一个文的一个武的，这个算是软实力的部分，也是大家一定不舍得省你们预算。但问题是，你们不要乱做，你知道吗？要做在刀口上，这样才是对原住民的孩子有帮助，对不对？我想刚看到那个那么多的，特别是高立委员的提案那么多，他其实就在讲这件事情。要用在刀口上，所以我建议这个案子我们动少一点啊。好，教文的预算其实哈，要删有一点点讲不出口了哈。是，对，但是不动我觉得也不太对哈。包括说这个，刚才高路也特别提了几个，那我也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原乡那个部分啊，包括当然有一部分是到都市来，这是确实的，像我们左营的小学。我就知道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原住民小朋友在那边，所以你们怎么样把这个预算当中，他们到我们就到都市来的那些孩子的这个经费，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上面再着力去做，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住民的这个博物馆的新建，本来我们已经决定在新北市嘛，本来已经决定，那时候已经都会勘过嘛，是不是，主委？那你说明呢、啊，主委，你说明。没有，你说，我再请教你啊，我再请教你啊。对嘛？所以这个在那个浪费了很多很多的评估，因为你重新选址的原因，跟当时你决定在那里的，因为当然每一个地方都想去啊。要我高雄，你来我高雄，我马上欢迎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其实在这样子，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会不会又再成为第二个文字馆？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那所以你现在大家都讲不会啦，大家都讲不会。那因为大概每一次弄完了以后，大概一段时间以后又会有这个状况。好，那前面的选址现在就把它推翻，我觉得这也不对。所以我想冻结一部分经费，让他们在这个当中做一定程度的报告以后，我们再来动之。那至于要动多少？动一千万，一千万有点少吧。今天动的最多的人，最多了，因为主要是他预算 base 比较大，所以我们动比较多一点，动一千万呢、啊。一千万有点少。要专案报告后时的动资啊。嗯。博物馆的部分，那个是属于行政钱啊，我是建议就是书面报告分两个部分。我还是认为跟立法院要报告，因为你已经都选址的事情，现在再重新再来。我是这样子，为什么不用跟立法院报告？我建议这样子，我们一千万，我们请那国家所委，没关系，你讲。原民的教育跟文化，其实坦白讲，我觉得真正的需要扛起很大责任的是教育部跟文化部，尤其是教育部，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多委员相关的提案，原民的辍学、原民的语言教学、原民的语言传承，其实是长久以来我们的行政院分工错误、分工失当，导致大家都以为说这些东西只有原民会是唯一必须扛起责任的部会，所以其实我可以了解说教文处其实在执行这些，就大家都期待很大，但是其实他执行的也蛮辛苦的，每一笔钱就是像大家讲的，我们其实立法院也都很关心，要花在刀口上也不能乱花。那我认为说，
要动哈，其实不要动太多哈，就是让这个教研处还是必须要这个去执行教育部不愿意做或没有办法做的那个部分哦，好好去把它执行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反而是最后一个，我有一点意见哦，要建议的，就是九之十九，刚才这个处长有说哈，我们要去这个纽西兰去观摩人家的语言学习。大家讲到说主语传承的时候，都会说要去纽西兰。可是去到纽西兰，我们到底学习的成效有什么？好，那我觉得您也可以在如果有任何需要书面或是专案报告的时候，也请您特别的提出来，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去到那边只是瞎子摸象，然后这个看不见门道是看热闹。如果去的这个团体没有足够的翻译的人员，其实经常不管是他们来或我们去，我自己都亲身经历看到很多，就是去那边就出国而已。好，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庄家还是有一些文化刺激跟文化的学习，可是人家真正人家在讲毛利语，或是人家在讲英语，在解释我整个语言槽的概念，我整个这个教材的编纂的原则的时候，那个我们派团出去的那些团员，到底跟当地的人有没有真正很实际的沟通？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存疑，因为我自己亲眼看过很多交流的现况。谢谢。好，高委员，那。简短的，好，我们漏掉一个，就是也是刚刚一直提的、哦、教文处在处理这个原文会的这个董监事的时候、哦、资料也都没有给本席啊。但是呢，我还是要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原文会的董监事，我是认为应该是要全部公开透明哦。再来补充一个，就是这个有关于原住民族的这个教育的经费哦，我更开心的是，假设可以全部拉来教育部的话，我能够决定的更多，因为我毕竟我是教育文化委员会哦。但是，尤其是像这样分工的问题哦，其实你们组成的这个小组哦，你们一定要积极的讨论，因为我每次都在跟部长、教育部长这边提，可是原民会这边人都没有到。好，那在这个部分哦，请你们积极的处理。好。那谢谢，请一定务必尊重所有委员的提案，这都是高见而且很恰到重点的。那我们整个第九目冻结1000万元专案报告后时的动资，请包括王肇树委员跟郭亚树委员所关心的出国到底学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并说明，然后我们前面的这些提案里面有很多项，好，请都一并在专案报告时说明。好，进行，哎，请陈其迈委员，我可不可以要一份资料哈？就是有关这个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综合规划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草案，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好不好？会后再送到我办公室。OK， 请将资料提交给陈其迈委员。好，哎，请那个洪宗宇委员，那个陈其迈委员要的资料我也要。那都给本委员会每一人都本会委员都一份，好不好？我还希望他给我一份哈。上次就是在那个博物馆，就是人民博物馆，当时有一个评估的那个报告一份给我。那现在要重新选址的，一定有一个流程。这两份资料都给本会委员以及现在在座非本会委员的两位，好不好？有来的代表比较认真嘛，好不好？除了本会委员哈，本会加二了哈。好，好，第十案，我跟大家整理一下，有一二三目哈，其实算相对单纯了哈，请简短报告好不好？不要一样一样讲哦，因为都雷同的很多，你就简短报告。嗨，好，那个主席各位委员哈，那社会福利署的预算哈，跟各位委员跟报告一下哈，我们大概因为95%他们都是法律义务支出，所以我们的预算量很少，动了一个对我们都很大伤害哈。那针对实质一至二跟三，都是针对那个人体研究法的部分哈。各位委员报告是因为这我们的预算其实都每次都是变不足了哈。然后像我们去年大概发包的时候是预算是276，但是我们是发包260万，所以不管说他之前现在我们编200万。那因为我们上次的钱是拿104年刚好留下来的钱嘛，把它放到那个105年的，因为刚好105年的1月1号才开始哈，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部分应该是免删，因为我们委托这个专案团体啊哈，他是要去受理我们像今年他有22件的那个受理的案件。
然后我还要去做判定，然后是说是他进入到我们的中央咨询委员会，还是到我们的地方里面哈？那因为是第一次办，那我们的整个的 SOP 当然要做哈。那未来我们是想说，因为很多的研究案 IRB 里面哈，会有很多的那个流程，所以我们这个费用会相对会越来越多。建立一支十之一、十之二、十之三之建议免冻结，然后针对十之四的部分呢、啊，哈，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一个社工人员的一个培训计划，这是固定的，因为里面的课程包含我们是针对我们的生活辅导员、社工督导哈，那我们是针对跨文化领域的性别平等相关课程。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建议免删哈。啊，不必 ，OK， 对，简洁哈 ，OK， 好，对。那回归过来，对，回归过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预算其实很少，大部分的都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健保费的5亿多，跟老人年金的17亿，法定义务支出就是94%，所以还是请委啊，只有一点哈，可以跟委就是14.5%的部分呢、啊、哈，这边是说是建议免删200万。但是这边还漏列了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工助理，那社工助理大概他保险费可能还要100万左右，所以这边可以建议是可以删100万，那其他是建议免删。对，哦，好，主席啊，主席我先请问一下哈、啊，我们请洪中友人，那个人体研究哈、啊、是在研究哪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详细再说一下吧？人体研究的部分呢、啊？啊人体研究的部分呢、啊，哈，是因为我们人体研究法里面就是有涉及到说有原住民的部分的话，就是必须要经过我们那个原住民的同意。那原住民同意，我设立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原民会这边有订立一个人体研究法，就有关原住民行使同意权的办法。那这个办法我们订立的机制是说，只要是有进入到国科院里面的 IRB 里面，它经过说是要有原住民的那个研究的区域的对象的时候，就要送到我们这边的那个机制。那受理之后呢，我们就分说它到底是跨县市的还是跨部落的。那如果是跨县市，就是到我们的中央咨询委员会；如果是跨部落的话，就是要到地方县市政府或是部落会议里面去召开。嘿，好了，他建议删一百就给删一百就好了。他们说。我必须正坦白讲，就是说我们原住民之所以会让人很尊敬，就是很直接啦，就是坦白讲就很坦诚。然后那我们就减1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了，好吧？好、哦、好，请加油哈、哦！来第11幕哈、哦，来那个第11幕，哎，重点哦，重点哦哈。你可以看你要建议删多少，你自己讲没关系。这两个是都很重要了哈，因为都是一些进入我们的那个公财大概70%多以上都是到各地方里面啊，然后十几都是到地方政府，我们这边到我们的本费只有8%而已哈，所以11跟12的部分哈，建议委员就免删。嘿，11跟12啊，免冻结。免冻结。对，好了哈。你这两个拢冻结，这两个拢无。这两个都只有冻结而已啊。好，对啊，那我们这样子哈，这个他很诚实，所以就好，我们照列啦，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单纯的促进原住民就业的。好，那谢谢，我们进入主决议的部分哈。那主决议的部分，那个第一案的部分，没问题的话，我们就通过哈。来，第二案的部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通过。第三案的部分没有问题，通过。第四案没有问题，通过。第五案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通过。第六案没有问题的话通过。第七案没有问题，通过。第八案没有问题的话我就通过。第九案没有问题，通过。第十案没有问题，没问题，通过。第十一案没有问题，通过。第十二案，好，第十案请说。十二，他刚才有讲了嘛哈？对，是不是那个里面的那个倒数第三行？嘿，倒数第三行哈，一个月哈、嗯，是不是给我们时间哈？啊，6个月内啊，我们会跟内政部哈共同来写这个规划案啊。那个自有住宅率3个字哈，改为安居，就是第二行倒数第二行那个部分改为安居。原住民安居。哎，对啊。那个六个月时间会不会太长啊？那个我们会把提升自由
住宅率这个部分也会按放在按期规划里面。哎，那个内容，哎，除了六个月会不会时间太长？是不是因为？哦，五个月了，上个月，上个月哈，好好。原要求原民会于三个月内应协同内政部拟定提升都会原住民安居相关规划，其他同哈，好通过，谢谢。第十三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第十四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第十五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个有一个错字啦。好，全国没有参加，那不是那个位。那个倒数第三行有没有？好像有改过了，是有改了吗？啊，好好好。然后第十六案没有意见通过，第十七案没有意见通过。哎，等一下，你说哪一案有意见？十六案，请说。我们这边哈，他这边引的是国发会的那个一个薪资资料。那我们这边有统计，足迹总数在一百零四年度，他的全这个平均的那个薪资，全国人民是37911。那原民会这边我们有最新的资料，在六月是29975，差距大概是1.34倍，并没有相距这么悬殊了。那原对，我觉得没关系，这个只是委员的一个主张跟看法嘛。好。第十七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第十八案没有意见通过。十九案、十八案，请说。十八案的这个部分呢、啊，是不是可以就是说，因为之前乡镇长联谊会都有点意见，能不能就说玩那个跟乡镇公所沟通？不要，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沟通完毕之后刑法之程序？这是法律，不是说积极的，不是。不是，这个可以，你可以说三个月没有关系。那个乡镇公所他你就改成三个月就好了啦。是你们说这边才有人，这是这个要让我说起来，并不是三个月，不是每个部落都要成为公法人，他不想要当公法人就不想当，没有关系的。没关系，你就三个月好了，好不好？改三个月吗？哎。应于三个月内发布前开办法了哈，好、哦，你真的做不到，你再去跟那个委员解释了哈，然后再来第十九案有没有意见？好，请说。几乎是一样的。十九案的部分，其实会里面已经有筹措1600万的经费，所以是不是可以在导数第二行啊，人民会应筹措经费来专案补助这个部落公法人做这样的修正？人民会啊，应筹措经费嘛，补助部落公法人相关经费。那这边只是建议，你要向行政院争取啊，争取啊，争取比筹措还写这个還对你有帮助啊，对啊，没问题啊。第十案通过，第二十案，二十案也没问题啦，好啦，大功告成啦。第五案有意见，请回头再看一下。第五还第六？第五案。第六案，好，看一下第六案，主决议第六案什么有什么意见，请赶快说。是后面最后面那个盘点后拟定相关架构计划送行政院核定。嗯哼，因为这个哦会涉及到目前土法还没有过，没有法源，以及要去提这一个所谓架构计划，我们觉得这个很难啊。第六案，第六案，那个主席没有问题，这个第六案没有问题，你把它写成建请，原提案建请，好不好？对、啊，要求改建请。对啊，建请。好，就请你们努力了啊！建请就是请你去努力去做啦。好，那我们刚刚那个第十案又要说什么？来，好了好了，过了，对，好。再来哈，我们有一个主决议，大家的委员很关心，我再次重申，立法院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我们所要的任何资料不分党派族群，我们都是民意的代表，请务必提供，不要再挑三拣四选择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哈，我们要严厉的谴责，所以我们这个主决议基本上也是一个谴责案，我们请那个编审宣读一下。主决议提案人郭大石委员、黄昭树委员、赵天麟委员、姚文智委员、陈吉迈、李俊毅委员，行政立法分立，立法监督行政，此为宪法赋予立法院之职权。本院委员为善尽监督职责，问政所需，向行政机关要求提供相关资料，除涉及国家机密保护法、个人资料保护法、
政府资讯公开法等法律规定限制提供者外，行政机关不得借故拖延、规避监督。政府捐助比例过半之公社、财团法人及国营事业一同行政院所属机关单位，查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及原住民族委员会多次研制提供资料，应予谴责并检讨改进，并于一个月内补正相关资料。好，那我们就通过。我们回到那个主席台来做最后的。好，没有要谴责案啊，这个哈，对，好。这个不用吗？这个要。好，好，我们协商好，然后协商后我们的宣读结论哈。有念啊，有念。包款，所以我要写上去。这是那什么字？急的。哦。一同，行政院所属相关单位。好啊。所以这样才是完整。好，来，我们宣告一下哈。原住民族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主管收支部分。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收支部分处理完毕，领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籍相关资料案审查完竣，领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是否均朝野党团协商？好，不需要，请退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请推本席哈，于院会讨论补充说明可以吗？好，谢谢。那接下来讨论事项第12案及第13案，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所属近三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共四件，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所属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诊表共五件。第13案、第13案有异议，没有的话均足以备查，领具处理报告提报院会。刚刚的那个决议里面那个有加几个字，我看也一并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其实也包括这样的谴责跟要求资料，也包括行政院所属相关单位，所以我们就是加几个字哈，就是倒数一二三四第四行及行政院所属相关单位一同。好，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散会，谢谢。